我想现在真正喜欢的人是你。喂，珊珊。喂，你要干嘛？我警告你啊，我爸妈就住在隔壁，最好不要动什么歪脑筋。拜托，我还怕你对我动什么歪脑筋了。哎，我要是不回来，你知道田野那小子套路有多深吗？你不会是为了戳穿田野专门回来的吧？哪有啊，我哪有那么无聊。你们今天是约会了吗？你怎么比我妈还八卦？还是说你们已经牵手了？还说已经接吻了？没有。真的假的？不信就算。这几天过得还好吗？我不在，你有什么想法？什么什么想法？是觉得很清闲呢，还是有点寂寞？算了，我才不在乎你什么想法，我去了。晚安。